谢女人，我最大给我这个机会当女人。我常常觉得这个节目很神奇，它教会了我们很多改变自己，太姐亲自主动，好感动。那有时候改变真的很简单，从外表改变起就好了。谢谢老师，谢谢，太好了。我发现我往前有一点点弧度，我比较安全感。OK， 谢谢。哇哦，猛男来了，唐老师开心的你。紧张，你就放松一点嘛。会很最后可不可以来几张那个狂野的？老师，你的表情都很好的表，就是你这只手，你可以这样吗？就是这样。我要对不起，我看一下，这样，尾巴才不会好像唱成一朵花。老师，你不要激动，两边我都要留着。那你刚刚一接，哦，对，右手，你再贴老师的脸近一点。是这一只长的吗？靠脸的吗？抓，有了。到底成果如何？赶快来一睹为快吧。最久的，好不好？我不要说，可以播两集了，可以播一个礼拜嘞，真的，时尚玩家也不用播了。对，等的有够久，这难道大师讨客厅吗？淑玲老师，你不是跟他都已经很熟了？对啊。哦，你没有浪费太多时间啦，那就是吴依林老师。没有啦，因为老师有比较多的美角。对美角，但其实我又很想要去挑战他的美角，结果呢？在最后一分钟，还是小失败。但拍照的时候，还是心美姐用了一个小技巧，不是，一定有突破他的小美角。对，我们先来看看，好，这个沙龙照，非常期待，期待。我们来看看呢，我们的封面照片，请看。是那个妮妮上面的，一定要抱抱的哟，真的。你看老师手，对，就是有戏哈。对，哦，我有看到老师有放在人家妮妮，有，哇塞，好漂亮哦，这福利太好了。其实细看哦。你就会很想给他点放大一点，对，就是他没有什么妆哎，对，很自然，而且其实都不用修，没有修哎，没有修片的，可是感觉阴影都有出来，对，那是彩妆厉害的地方。再来一个，就是到底是谁突破了唐老师的心房？是谁？他打开了老师的心房，请看下一张。我觉得其实老师没有刘海还不错，对，现在刘海没有刘海好看，算了啦，刘海，我没有，我赢不过这个胸膛跟，还是吴依林老师你去练腹肌。好性感的表情啊，而且有一种就是，你看他的眼神有一点是期待，我就是期待你们的魅惑的感觉，对，有很魅惑，没有刘海才看得清楚他的眼神，是，对，那个魅惑的感觉就出来，对，然后就是你没看到他眉宇之间的那种需要，渴望，但是他又，你看这个眉头，你眼神你就看到。他的渴望，可是他内心又挣扎，所以他带着有一点眼泪。好有戏哦！我现在是大师了，我不行，所以他的手就是这样，我不行，我要还是不行？好纠结，是戏，那个都是戏呀！哇，两位老师真的厉害啊，还有个摄影哥哥也很厉害啊，嗯。对呀，来，我们来请到了我们今天的女主角，哇，来，唐老师，小心手，小心手，小心，小心，小
生的桃花运在此刻都用完了。没有，为了这个照片，桃花运后面一直来，真的是才开始，对，好神奇哦。才因为你给人家感觉是冷，然后就是专业，对，专业的特色就是没温度嘛，对，就觉得你不好亲近，有距离。对，你这样子，对你这样子让人，让人家就会觉得说，真的很美，你很好痛嘛，对，不同的一面，对嘛，是这样子的，这两个弟弟，一个是巨蟹，一个是狮子，妈妈你别骂人家狮子，是这样，我可以帮你们看命盘啊，只要你们留赖给我。这是我唯一的把妹把弟绝招，谢谢女人我最大，老师你要藏了藏，对，你要露，老师你可不可以以后这样子说星座，这样大家就会说超性感的，老师看得很通了，男人帮帮男人帮，男人帮好，看了就硬帮帮，两位大师哦，我们要非常感谢他。是。